恢复不高以后限定版2023年8月5日星期六16:17:3配处，左转加154线道，往泰兴太平方向，过了泰兴山庄，右后转加154-1，再加154-1-2.3 K 处有停车场，再走150公尺及泰兴飞瀑步道入口处，入口处可停机车2辆。泰兴飞瀑第一平台停车场往泰兴飞瀑步道途中，有泰兴飞瀑第一平台，可先前往参观。途中种了一大片山苏，可边走边观赏。泰兴飞瀑第一平台和泰兴飞瀑的景观不同，可慢慢的观赏。泰兴飞瀑步道是一路往下的阶梯步道，途中有溪涧，沿途听着流水声，令人心情愉快。再往下有一个观瀑平台，可观赏瀑布。再往下有一座凉亭，凉亭附近有溪涧和一片野姜花。再往下有一个平台，可近距离观赏泰兴飞瀑。再往下有一个更大的平台，可不同距离观赏泰兴飞瀑。泰兴飞瀑从岩盘顶端顺渠道分流而下，即形成一条条如白练的水瀑，连同攀附在岩石上的绿苔植物，展现出动人的景致，被赞誉为台版九寨沟珍珠滩。
嗨，我是背包客大叔。爱在台湾旅游，每次都会当天贴文并上传影片到 YouTube， 想了解最新的花矿、瀑布水矿、旅游的参考资料和建议吗？快来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为您提供最新的花矿、瀑布水矿、旅游的参考资料和建议。